哎呦，都开了，没事啊。路搞挖超久，再回来不是又叫走他？挖超久啊，可是也没办法。对啊，而且在水下又用木镐挖，是不是更爽？嗯，挖更难挖。他自己，哎，我来挖喽。好，不上性命一挖哦。好，可是他好像也下去了。哎，他肉身挡我啦，不还了。肉身挡，都以身相许，以身相许。哦，这好像不错。哎 ，honey，后面第四水下了，水下了，那两个，哇，他在整我们吧？哎，要60喽！哦，有一个人把钻石砖给打掉了。哎，正常，因为十块钱换两个。嗯，完了，挖不掉，挖不掉了，挖不掉了，忘记了。哎，我们家有敌人哦，想注意黄金矿哦。好，没有问题。怎么可能会黄金矿？怎么可能会漏呢？对啊，黄金矿绝对会被挖光。大家内乱嘛，也是哦。对，不可能会漏的。怎么可能会被挖走呢？嗯，我们被整了。嗨，我们的水下玻璃屋很神秘哦。我放了啊。这是什么比喻啊？看起来像一群哥布林是这样。一群哥布林啊？是好哥布林。哎，600，打他。对。打谁？这边有一只。哎呀！什么？哎呀！啊，贼没命啊！我帮你挖，你们现在在围剿他的意思吗？围剿。好，苦工做完了，我要去挖钱。他怎么还在回血？一开始都会回血哈。他那个吧，他宝石都是满的吧？好吧，这满砍几下会回一点。对，用满。哦，又回了。哦，凶巴巴，不要走，你不要走。凶巴巴，不要。独眼龙打他，团团小心。啊！叫声。独眼龙冲啊！独眼龙冲啊！因为我昨天是独眼龙，不要那么怂哦。哎，打他好开心哦！天啊，好多怪兽，他为什么血那么多啊？对啊，莫名其妙。有在扣了，所以我们是木镐的关系，木剑的木剑啊。可是他一直回，他血。我讲一下，我的木剑剩一半太久了。血又满了哎。他在哪里啊？正常哎。可是他根本没有停止，他的宝石度没有消掉，大家按一看。我觉得效果一直在，还在保持哎，对啊，一直都有保持效果哎，交一下吧，大家清一下啊，我清哦，哎，可以惩罚他让他死吗？拜托，可以，他，啊，消掉有没有？嗯，哦，有可能，音乐可以吗？音乐可以吗？输就有怎样？那他音乐可以吗？还是什么吧？不是之前有一次这样，跑掉了，哦。我就没有，我那么可怜。惩罚你还是有，要让你死。ID 是哪一个啊？惩罚他一下吧。Baby Pig。哎，不是吧？不是啊，不是他。不知道是谁，就感觉这个是。Hi Choco Go 吗？是吗？我不知道。Hi Chocolate。是嗨的。Hi Chocolate。嗨自备的。嗨自备的。我要回收鹅卵石，不要啦！那你过来，刚刚哦，是 Cup Ramen 哦，乱讲，把他们每个人都唱名字有没有？每个人跳一个吧，应该是那个其中一个吧。对面某其中一个，那全部杀一次吧。每个队每个都杀一次。我干嘛？宁可滥杀无辜，也不要放过一个。暴君，这暴君哎！宁可错杀，不要放过。隐约暴君，关我什么事啊？你是你刚刚讲的，对啊，啊，都是你们要杀的啊！你是国王，我们也只能听从啊！真的，我们只能讲讲而已。我们含着泪听从，真的。你不像杀耶！我有新的木剑了。
你换一下嘛，换别的不要，我要当建筑工。你要绝对防御了吗？我这是要连水下都盖，让他们游不走。哇，你可以盖超大牢鹰。盖牢鹰水下长城。哦、你说帮我们的老鹰加装甲吗？好，装甲好猛哦！哇，好像很厉害、啊。我们老鹰要进化，我们来去装饰它好了。要变成石英装甲，听起来好猛哎、欸！防御力加外围有没有？虚左能乎？等一下，我们的老鹰就就近了。有发现老鹰不给装，这边会被消掉。好哎、欸，等一下。等一下，凡心，我跟你上去装饰老鹰啊！我已经想到要怎么装饰它了。我的 OBS 油断了，油断了，油断了，油断了。打电话，打电话，打电话，电话，电话。为什么你要边带一个哭腔？很难过哎、欸，很难过。人家可以打电话啊，不是可以打电话，我是有电话打了没有？我是很难过，有电话可以打。团团有啊，团团刚刚开场前不是在打电话啊？我打什么电话啦？打电话叫外送是不是？我们没有外送，不要这样。我们没有外送，外送不到啊，难过。哎，团团，我听你敲东西的声音是玻璃的声音，为什么？没有，不是我。有人在敲。我们有人在敲我们，有人在敲我们。上面啦，真远啊！他说敲石头都不会有声音，别人呐、啊，你知道吗？那是别人啊，专业搞玻璃，专业敲玻璃，挑玻璃，挑玻璃间，挑玻璃间。国王大人，呀！你不要拿都没有事件，对啊，怎么没事件？我们水下玻璃被破了，没错。哦，所以刚刚小雨那个是警惕耶，不，不能装饰，会被欺。哎、欸，对啊，过那个水下玻璃会破。我们有没有人过去啊？我们有人过去啊？再来了，在路上，在路上。快哦！可其实我不会放箱子哎，我先去买，先去买。对，就是先过去放石头。好，那我去放石头啊，杰瑞去拿箱子哈。好，我过去了哈。虽然我什么装都没有。我的鹅卵石还我。哦、我把里面放水了，我把里面放水了。哦，杰克过去了。我只是放石头的。不行、啊。杰利屁哥啦，又是杰利屁哥啦！哎呀。又是杰利屁。放水了，放水了，没事了，放水不会爆了，不会爆了。嗯。哦。好。要香香，要香香。哎、欸，老鹰不能装饰。我放弃，放不了、啊，会被清，会被清。对啊，对啊。QQ， 你要到外围一点才可以。对，我只能包着它，中间隔着念能力。隔着念能力，念能力，石头能力，旅行商人。嗯，我里面放了很多鹅卵石。好，好，那会被清。对，你们要租箱子，对，他说箱子里、啊，箱子才可以，箱子箱子啊，对吧？有有有，对不起，我刚刚误会你，你就跑来杀我。嗯，在想，这个在筑墙哦，这个在干嘛？我看到有人丢钱啊。嗯，怎么搞？嗯，谁把钱挖？夏薇，你是买书柜吗？还是？啊，我还没买啊。哦，那我买。喂喂喂喂！我买一个保险箱，书柜放里面。哦。解不啊？嗯，刚刚买什么？哦哦，对对对对。干什么干啊？啊，没有啊，我在挖矿啊，国王。我的黄金呢、欸？我刚才转头要挖了。国王不用挖的，不用劳费你的手了。对我来帮你挖就好。哇，我们要挖铁的那个。那个路也被挖了好多、哦，嗯，杰克啊，哇，双杀，这个搞这样和会那个 tag 会 变，可是还是可以挖哎、欸，我那时候试还是可以挖，我说 tag 会不见啊，但是我就去试了，哎、欸，还是可以挖。他应该只是设定木稿可以那个吧？对啊，对啊，他没有设定破坏箱子这样。哇，之后就变成他们也会这样做啊？嗯，对，印象中是会出问题。可以用下，因为那时候我去搓的时候是可以的。
等我之后再跟20讲。嗯，啊，就要改别种侦测方式了。真的，彻底回报一下。哎呦，国王你去哪啊？国王，干嘛啦？水屋哦，水屋哦，拜托。哎，这么想下来，来来来，下下下下下。准备了，准备了。你在底下，你在底下，加油。国王要跑走，水屋等一下。干嘛？我怕你把我围住，我就出不去。那你就死掉啊！水屋是我们的人还有人？敌人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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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敌人。水屋家里还有没有人买那个、啊、香箱？有啊，箱子现在还有啊，只是、啊、只是我现在裸装，他、啊、打得很开心。上面又有人吗？对，他一直在堵我啦。不行啊，杰克，你跟我说可以，不行啊。可以吧？我就挖不掉就不行了吼。我试试看，还是你刚只有喝出来没有去挖看看？哎、欸，我刚刚真的有挖啊！我讲最后一次了哦。现在两个人有弓箭，在哪里？我们的水中水屋，我看到了，看到水屋上面我看到了。我们老鹰已经有叠过去了，有。对，所以之后要炸老鹰可以，然后我们有两个人有弓。终于可以买装了！哎、啊欸，我为你挡，我挡箭。没事没事没事，我血很多。走啊！哎、欸，有船有船。炸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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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那个死了。后面杰瑞后面杰瑞后面、哦、啊！没有没有没有，我没血了。巧克力啊，可是还抓。哎，战争结束。哎，东西啊！东西快捡快捡，没了啦！啊，东西先清掉。有还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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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赶快捡赶快捡捡捡。鹅卵石，鹅卵石，鹅卵石不重点啊！有一把弓，哇塞，你直直往弓冲哎、欸，好猛哦、喔！剪完了吗？剪完了吗？要开始了，还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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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没，没，没，有来有来有来，分很多分很多分超多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鱼在抢饲料，扣血不会有事，扣血不会有事。鱼在抢饲料吃，饲料。好了好了好了，好了有石头石头，巧克力巧克力来巧克力，不要一直推，不要一直推，我掉下去了。哇，你还可以放船哦！哎，可以。不要推啊！不要推啊！有人想把锅推下来啊！走吧！开回来，直接开回来，好爽哦！可以了，把锅推下来啊！这两个人，等一下记得去抢中间哦！啊！不要抢，快快快快快！我不行，快快快快快快！我也裸装，我不行。我要升级了，就是裸装才可以、啊。裸装抢，裸装才是要冲啊！没有没有，我是连铁装都没有啊！哇，来不及了，死了没关系了。啊、下面的抢下面的抢下面的。嘿，杰克，我记得你。我试试看，我是。抓、啊！我是，你是杰克啊，你是杰克啊。啊？可是为什么在他们那边水下那边挖不掉？你看，是因为水下挖太慢了，你感觉挖不掉。为什么你的 tag 是五个？外挂 tag 是五个哦。那你是用说铁针去合是不是？铁针啊。哦啊，你是直接在身上合、哦？哎，对。废话。你会不会玩买块？我不知道木头的可以用铁针敲。哦、也是讲的蛮合理的啦，自己误会怪别人，有轰炸的喽，在炸。哎、欸，家里旁边有一个在炸的哦，水下水下，在家旁边而已。家里附魔台，小心哦。有一个下去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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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进去哦，你小心附近有要炸的。百宝盒是什么？来来来，我的等级，我等级哇，直接被炸宣告了。我知道我在补了，可是来不及。哇！我的菜菜，可恶！我的菜菜赚到一双鞋子。你的菜菜，你的菜菜是什么？菜菜，不是菜菜是什么鬼？菜菜是谁啊？他姓松岛。你的菜菜是谁啊？什么？好，我要掏金的啦！再见。中间有一个不知道在抛物线丢，在丢什么？不行，那也可以尝试。有一只在找老鹰呢，还抛物线。在炸鹰，还好他这样炸炸好久。发光，我们吗？好的，嗯。现在是24等的附魔台了。
我的弓不见了，我刚付了一把。Q Q 强势啊！我等级都还没。他刚才炸一个吗？还是？看一下，说不定，说不定在外面啊。水里了，不知道掉在水里。我拿一把钻石剑。应该找他，应该在水里吧？可能在水里哦。感觉应该没有被炸爆，是不是不知道在哪里。我捡到钻石剑跟那个青金石。哦。我们家的水底是不是又在爆炸、啊？没、有，那个他有人在丢炸弹，对面的，哦、在那个中间。这鸟已经剩颗头了，是不是？哎、中间不见了，没有身体了，没大体了。对，有头，有翅膀，有脚。哇哇，地雷放太多。哎呦，有一个未爆弹，哎、好痛哦。弓很痛是不是？两下哦，两下。没有穿，你有穿装吗？没有啊，要敷一些防弹的。小雨，小雨，哎，为什么要欺负个建筑工？嗯，为什么地板有钱？我丢的。你干嘛捡丢地板？有钱不想要吗？还是要给那个小雨的？嗯，好，不要可以丢那个、啊，抱歉。不要可以给我啦，没关系。他不是你丢出来的吗？少三个。哎，他们要冲！他冲我们的桥、他冲我们的桥、天桥，天桥，天桥。天桥来了、这个、吗？对，最上面。又在炸，又在炸！你们在被炸，你们在被炸哦。没有防弹的，他在拆我们的旗帜啊！没有，因为他们，你看聊天室他们在打的、啊。国王到底能做什么？悲伤都是啊，对啊，你可以去前线战斗啊，对啊，对啊，然后就被打死。我觉得你可以的，嗯，国王，我们相信。没有防弹。其实被炸了一下，没有炸掉。所以你等一下有复合防弹可以跟我换。好。再给你们两片。没了。眼镜瓶。让我看看。串串。看看。你们有人要去炸老鹰吗？我可以给你们炸弹。我想要过去。好，给你们炸弹。可以放箱子。TNT 吗？你就放钱在箱子嘛。没没没，哦，好好好，放钱放钱，你们自己买。哪里炸？我怎么上不去？哦，他们在中间丢了，小心到那个。